油价呢是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。如果呢想要开车横冲直撞的话，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奢侈呢。哎呀，没事干嘛开车到处横冲直撞呢？把这些钱拿来买游戏，不是更实在吗？所以呢，这一款大地长征好戏上场，就要让你开着车到处飙车大破坏，真的是非常的爽快。所以呢，大家要记得来试看看哦。Codemaster 公司经典赛车游戏《越野精英赛》系列，向来以真实的赛车体验为卖点。不过五月份要登场的外传作品《大地长征好戏上场》却大不同，标榜能让玩家驾驶各种房车、卡车、箱型车，甚至是棺材车一起冲撞碾压，以取得胜利，爽快感大爆发。这款赛车游戏将为竞赛和战斗赛车带来全新的感受，玩家能在横冲直撞的混乱赛事中加速并冲撞对手，为自己开辟前往优胜道路。从旧金山到迈阿密，伦敦到东京，玩家能尽情征服对手。四种锦标赛，超过50项不同的赛事，全新的操控系统让每一位玩家成为自由驾驶风格的英雄哦。